大家好，我是枫树班的卢正奇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我爸爸。这是我爸爸，他真的很酷，他什么都不怕，连大野狼都吓不到他。他一跳可以飞过月亮，还会走钢索，而且不会倒下来。他敢和巨人摔跤，参加父亲运动会时，轻轻松松就跑了第一名。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，游泳时像鱼一样灵活，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，也像整天笑眯眯的河马一样快乐。我爸爸长得又高又大，看起来像栋大房子一样。有时他很温柔，就像我的泰迪熊一样。他像猫头鹰一样聪明，不过有时候也会做点傻事。我爸爸是一个伟大的武道家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歌手。他踢足球的技巧棒呆了，还常常逗我哈哈大笑。我爱我爸爸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也爱我，永远爱我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